本期讲解一个外面收费1980的暴力开通中视频计划的教程，包含附包含这个快速通过中视频伙伴计划的办法。本教学详细提供了快速通过中视频计划的审核方法，不需要再辛苦拍视频、剪辑视频、写文案，花一个月乃至几个月都没通过，也不需要花钱找人代办，自己即可暴力开通，可以批量出号，适合任何人做的项目。不管你有没有时间，都可以做，不需要每天操作，也不需要一直盯着，有时间做，没时间就不做啊。对，看吧，成品账号可以卖几百块钱一个，项目暴力简单，用数就可以了。可以卖一个的话是175，还有卖300的，非常多，非常简单的开通式。我们来看看，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这个文字介绍，流程，还有6节视频课，还有收益图，通过的案例，全部都有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暴力开通中视频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。